最近新买冷气的请留下。没有换冷气。觉得冷气比较安静的请留下。觉得不再忽冷忽热的请留下。觉得电费变得比较少的请留下。请问你们用的是什么冷气？东元变频双胞胎。深受欧美肯定的东元变频双胞胎压缩机能随室内温度变化自动改变转速，不会开开关关。东元变频双胞胎，你们做对选择了吗？东元冷气旧换新优惠中，请速洽东元经销商。